章鱼简笔画，先画章鱼的头、眼睛，画出章鱼的触角。在章鱼身上画一些圆点作为装饰，之后在章鱼身后再画两只触角。下面给章鱼上色，章鱼的头部涂上橘色，章鱼的下面和两侧的触角也涂成橘色。之后把章鱼后面的触角涂成粉红色，最后把章鱼身上的圆点涂上红色就 OK 了。